我喜欢你，诚心求娶有错吗？君大夫，我夫人她怎么样了？王大人放心，夫人的病不打紧。啊，我已经施过了针，也开了方子，调养一段时间便好。王大人也要宽慰夫人，不要心急才是。哎呦，太好了！您说的没事儿，就是对夫人最大的宽慰了。我们说的再多，也不如您说的一句话呀。王大人言过了。这边请。老爷，不好了，老爷！你们干什么？马林，有人告你贪渎，我们奉命前来搜查。你胡说八道！搜查，可有诏？这就足够。奸佞，奸佞啊！老爷，夫人晕倒了。站住！站住！官差办案，闲杂人等回避。我是医者，要去救人。谁知道你是救人，还是同伙夹带私逃啊？王大人那么受人爱戴的一位好官，武德寺的人冲进来就说他结党营私，这是凭什么呀？这些人素宅翻越，根本不把朝中重臣放在眼里。先是韩学士，如今又是王大人，而且每次都是在我问诊的时候出现，这和咱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应该是冲着我来的。不会是陆大人搞的鬼吧？柳儿，吩咐下去，把药方赶紧配好，白术、槟榔这些一定要选最好的药材，给王大人送过去，不得耽误。我得去找他一趟。好，小姐放心。可是陆大人先前求亲被拒，小姐主动去找他会不会不妥啊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你快去吧。好。陆大人，看来你终于明白我的意思了。我不明白。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我就是在为难你。我不明白陆大人到底要怎么样。我可是有婚约的人。那又如何？我喜欢你，诚心求娶有错吗？陆大人是希望我像三娘子一样。不，你们不一样。你明知道我们一辈子都不可能。陆大人，你记住，我是医者，我的职责是治病救人。如果你下次想为难我，麻烦不要伤及无辜。Ha ha ha ha!